宝宝们能看出我穿的什么颜色的丝袜吗？这是一款非常高大上的丝袜，丝质细腻，就如婴儿肌肤一样柔软，高级又洋气的空姐灰。爱美丝的宝宝心动不如行动，下方有链接。宝宝们请看这款薄如蝉翼的水晶袜，有嘎夫两个颜色，穿到43码，男女全可穿，穿它美美哒，喜欢的宝宝小黄车下单。我在想秋天该穿什么颜色的丝袜呢？我觉得黑丝适合秋天的颜色，老铁们说说你们的看法哦。选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香丝，这样穿丝袜均匀，不易勾丝脱，穿还方便，上脚的效果是不是很不错呢？再换好出门要穿的鞋子，这样就 OK 了。无美颜无滤镜下试穿一款中筒丝袜，不穿丝袜的脚和穿丝袜是不是差距很大呢？丝袜真的美肤遮瑕作用很大的，喜欢的宝宝小店下单。歌在唱，舞在跳，长夜漫漫不觉小巷快乐寻找。请看这款薄如蝉翼的水晶袜，有嘎夫两个颜色，穿到43码，男女全可穿，穿它美美哒，喜欢的宝宝小黄车下单。丝袜在穿过之后要立刻清洗，清洗时要用温水和肥皂水让丝袜先浸一会，使用温水、中性肥皂或洗发精，在温水中用手轻拍搓洗，不超过30度水温，或洗衣精浸泡，不要有含氨的洗衣精或漂白水。